点禅师，领着诸位前贤们晚安。今天由后学学习导读，恭诵《论语·为政篇》第二。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匪臣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子曰：失三百，一言以蔽之。”曰：师无邪。子曰：道之以政，好，齐之以刑，明勉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好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子曰：吾十又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：“无为。”樊迟愈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无为。”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；祭之以礼。”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“父母为其疾之忧。”子游问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子夏问孝，子曰：社难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有九事先身壮，曾是以为孝乎？子曰：吾于回言终日，不为如鱼，退而省其师。亦足以发，回也不逾。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受哉？人焉受哉？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先行其言。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避，小人避而不周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功乎异端，失害也已。子曰：犹会如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学甘露，子曰：多闻缺仪，慎言其余，则广游；多见缺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游，行寡悔，路在群中矣。哀公问曰：何为则明乎？孔子对曰：举直错蛛网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叔云孝乎？为孝有于兄弟。师于有政，是亦为政。奚其为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居无泥，小居无悦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十四可知也？子曰：因于下礼，左损亦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左损亦可知也。其祸既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子曰：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，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恭诵《为政篇》第二。子曰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匪臣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子曰：失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师无邪。
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明勉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子曰：“吾十又五而志于邪？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：“无为。”樊迟愈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无为。”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“父母为其疾之忧。”子游问孝，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？”子夏问孝，子曰：“舍难有事，弟子服其劳。有九世先生传，真是以为孝乎？”子曰：“吾以回言终日，不为如鱼，退何请其师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”子曰：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收哉？人焉收哉？”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子贡问居子，子曰：“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”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闭，小人闭而不周。”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子曰：“公乎异端，私害也已。”子曰：“有诲汝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子张学甘露，子曰：“多闻缺仪，慎言其余，则广游；多见缺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游，行寡悔，入在其中矣。”哀公问曰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季康子问：“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”或谓孔子曰：“子奚不为政？”子曰：“书云孝乎？为孝有于兄弟，思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”子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居无宁，小居无悦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子张问：“十四可知也？”子曰：“因因于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因于殷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或既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子曰：“非其诡而计之，谄也；见亦不为，无勇也。”恭诵弥勒救苦中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临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言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言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言古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三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
常持聪明智慧心，就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衰益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吓死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。三观慈悲大地主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锦鲤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河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眼红发显神通，扯起赵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竖起诸恶挂奖兵，搭救炎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赴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两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即下身，收服南阎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元咒，传下当来大掌经，婴儿刹里常持念，邪身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言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，一叩再叩，三叩四叩，五叩六叩，七叩八叩，九叩十叩首，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钱训玉。倩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。功转成。功转成。回向于天地。回向于天地。回向于祖先。回向于祖先。回向于父母。回向于父母。回向于子女。回向于子女。恳叩请辞。恳叩请辞。弥勒祖师。弥勒祖师。南海古佛。南海古佛。地公佛佛。地公佛佛。业会菩萨。月会菩萨。慈悲做主。慈悲做主。祈求战争止息。祈求战争止息。世界和平。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。祈求风调雨顺。国泰民安。国泰民安。世所至道。世所至道。圣慈昭格采纳。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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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典玩师李嫩，各位前行们晚安，后学学习大道理，感恩，谢谢。谢谢阿前李嫩导读，也谢谢各位典传师、各位李嫩以及各位前行们一起诵经。晚安。晚安哦，反正你认识别可能啊。嗯
高兴了，清醒了，大晚老师，晚安。安。哦，很高兴了，清醒，晚安，感恩感恩。反正目前的慈悲啊，感恩各位点餐师慈悲，各位点餐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学们，有前学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。